软了啦手。快点，不要弄。你知道玄哥当班长已经将近也差不多两个月了吧？嗯，每天压力够很大不大？肯定大呀。咱们从第一次公演再到咱们这次的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你一步一步的努力，其实我都看在眼里面。明天呢，玄哥有其他的工作要离开这儿，所以明天玄哥没有办法带着大家一起练舞了，所以明天你就是一日班长。一日班长？对。什么？明天的任务，把副歌的动作全抠起了，我晚上回来检查。嗯 ，OK。哦，来吧，交接仪式。哎呀，好紧张！天哪！杨秉卓，接下这个班长，你就是明天的一日班长了。谢玄哥。那现在是体能训练，我们先做无氧吗？俯卧撑开始。18，9，20，第二组。其实我想今天一天训练下来，想把他们累趴下，就直接就倒在床上就能睡去着的，就是这才是正常的训练强度。按鸟屁股是吗？快点不行了。研修快起来。左右。左。左。我整个被他征服了，你知道吗？他的那个执着完全打败我要反抗他的那个意识。没想到真的来真的，然后各种体能深深刻刻的感觉到高中的时候有那种军训课都不敢闪神的那种感觉。来，轩哥交代的任务啊，抠副歌。5、6、7、9、2、3。根据你那个威武度的不够明显，一定要就是低下去那种这种感觉。明白吗？再低，再低是好看。对，这样好看的，这样可以吗？这样是好看的。来，颠收。这样的话，东西太多了。我抠动作不能，就是，其实抠动作不能那个。今天我是班长，就听我。我知道要听你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抠动作不能就是几个人一起抠，这样子会影响。先这么定吧，就是到时候就不改。定放一个最规范的动作。定的都这样，我跟轩哥说。如果我要是班长的话，肯定都听我的呀。要不然的话，我今天不练的话，那今天晚上怎么交差呢？先抠着，然后先交差了之后再改吧。对，反正齐就好了。